报文会出席委员八员已出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十九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11日星期三上午9:01至12:44，地点红楼三立一会议室，出席委员林长佐等11人，列席委员黄昭顺等19人，列席人员国防部军备部军备副部长郑德美及所属人员，国家安全局副局长郭崇信，行政院资通安全办公室主任萧秀琴，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教处处长华世杰，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基础设施事务处处长罗金贤，法务部检察司主任检察官张金文，经济部资讯中心主任马正维，交通部管理资讯中心主任施仁忠，科技部资讯处处长张忠吉，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执行长刘培文，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黄家禄，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国防部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行政院资通安全办公室主任、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报告，从国防部成立第四军种之必要性，探讨网络骇客之侵扰对政府及民间资讯安全防卫之挑战，并请法务部、经济部、交通部、科技部、内政部警政署列席并被质询。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郑德美及所属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次长胡延年，行政院资通安全办公室主任萧秀琴，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教处处长华世杰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基础设施事务处处长罗金贤等报告，委员林长佐等12人质询，均由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郑德美及所属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次长胡延年、人事参谋次长室次长徐衍璞、资讯规划司司长陈振奇、军医局副局长陈建同、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瑞、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展豪、资讯作战指挥部指挥官杨登清、战略规划司代司长李廷胜及国家安全局副局长郭崇信、行政院资通安全办公室主任萧秀琴、交通部管理资讯中心主任施仁忠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徐志荣等3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5案：一、有鉴于网军骇客入侵和网络犯罪案件与日俱增，且恐怖主义者如 ISIS 亦与时俱进，结合网络与多种社群媒体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影响我国国家安全。我国虽于行政院设有资通安全汇报，但执行亦多委托如资策会等法人，考量国防国安等事宜之机敏性、人才招募及运用之弹性、经费来源之多样性，建请国防部、国家安全局评估设置国防国安之资安组织可行性评估报告，协助我国执行资通网络之国防与国安业务。提案人：刘世芳、林长佐、王定宇、罗志镇、蔡适应、吕孙林、陈廷飞。决议修正通过。二、有鉴于因应作战形态改变，网络作战已成为创新不对称战力之主要凭借，国防部署国家网络整体防护之一环，负有执行国军资讯安全维护、培养与健全我国官士兵资讯人才之责，因此资讯人才之养成培育以及现有志愿役官士兵之资讯教育训练，亦是国防部之重要施政工作。原此建请国防部于1个月内纵整各军事学校、国防部及所属单位之现行资讯教育课程概况，并提供如何强化上述人员资讯技能与资安教育之评估报告，以精进国防部资安防护之素质。提案人：刘世芳、林长佐、王定宇、罗志镇、蔡适应、吕孙林、陈廷飞。决议修正通过。三、有鉴于近年网络攻击、骇客入侵和网络犯罪案件与日俱增，世界各国早已正视此议题之严重性，除积极研拟因应对策外，更投入大量资源，组建专责单位，借此强化国家整体网域安全。查国防部与国家安全局皆设有专责之资通网络之相关单位，为广纳民间年轻资通网络人才，并得折抵兵役役期。原此，建此行
建请行政院资通安全办公室邀集国防部、国家安全局、内政部议政署等相关单位，研议资通安全替代役之可行性评估报告，并送至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以力招募资通网络人才，提升我国网域安全。提案人刘世芳、林长佐、王定宇、罗志镇、蔡适应、吕孙林、陈廷飞，决议修正通过。四，有鉴于网络骇客入侵和网络犯罪案件与日俱增，资通安全即是国家安全，政府除应积极研拟对策，更需广纳人才投入，以强化国家整体网域安全。查国家安全局之特考，除招募资讯组人员外，更于103年起增列公职资讯技师组，然其体格检查、体能要考试要求皆与其他组别相同。资讯技师属专技人才，但此种报考资格设定不利于招募有志之优秀专业人士。原此，建请国家安全局于一个月内邀集考试院协商放宽3等、5等资讯组人员之报考体格检查与体能测验标准。提案人刘世芳、林长佐、王定宇、罗志镇、蔡适应、吕孙林、陈廷飞，决议修正通过。五，有鉴于国防部内资电作战指挥部招募大量资安专业人才，执行国防部资安维护工作，遂行网络作战任务，其专业能力与传统特种部队并无不同。然此些专业人才退伍后，政府未再追踪列管，后备动员等相关规定付之阙如，形成国家资安漏洞。原此，要求国防部3个月内邀集国家安全局、内政部警政署等单位，研议人员相关管理措施，并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报告，以完备国家资安工作。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马文君、徐志荣，决议修正通过。以上宣读。好，谢谢。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上次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者遗漏要修正的？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请宣读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要塞堡垒地带法》修正草案，询答。以上宣读。好，我们介绍今天来与会的官员及立委及立法委员哈。在官员的部分，我们今天列席的部会首长、国防部副部长郑德美上将、副参谋总长柯文安中将、常务次长许培山中将、总督察室代总督导督察长吴宝坤先生、政治作战局局长文正国中将、军备局局长何安济中将、主计局代局长陈国胜少将、军医局局长吴一昌中将、战略规划师代师长李廷胜少将、资源规划师副师长刘进忠少将、法律事务司法规研审处处长戴天鹏先生、整合评估师副师长黄惠明少将、全民防卫动员室代主任蔡忠诚少将、国防采购室代主任黄希如少将、政风室主任古嘉二先生、人事参谋次长室次长徐延溥中将、情报参谋次长室次长张延廷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周浩宇中将、后勤参谋次长室次长尚永强中将、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次长胡延年中将、训练参谋次长室次长陈晓明中将、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瑞中将、陆军后勤指挥部参谋长方玉军少将、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展豪少将、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柏宏辉中将、后备指挥部参谋长李世国少将、宪兵指挥部参谋长冯毅少将、
国家中山科学院副院长，毛中心搞中心先生。好，谢谢。另外，国家安全局第三处专门委员许修齐，第三处编审李尚廉，内政部地政司专门委员陈杰忠，营建署检任计政张顺胜，营建署检任计政杨哲伟，营建署副工程师许家伟，财政部赋税署副组长陈慧琪，法务部参事刘英秀，经济部矿务局矿政组组长林建豪，交通部行政司检任计政郑洪正，农委会畜牧处计政陈志成，农会林务局森林企划组组长黄丽萍，渔业署渔政组检任计政庄生伟，海岸巡防署巡防处视察林宏军，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检任计政吴明仁。没有了。好，我们在场的委员罗志正委员、刘世芳委员、李孙玲委员、王定宇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国防部正副部长就我们今天的法案修法的议旨做报告。尊敬的主席，各位亲爱的委员，在座的各位先生、各位小姐，早安。今天大院外交局国防委员会审查本部要塞堡垒地带修正草案，本人有这个机会应邀出席，深感荣幸。首先的，要再一次的感谢各位委员长期对国防事务的关心与支持，在此表达敬意与谢意。因应时代环境的改变，以防卫作战形态的改变，为了符合作战需求，我们兼顾国防安全、地方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的权益三者兼顾，原将法案名称修正为战略要域管制办法，并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前提下广纳各界的意见，修正禁止限制事项及法则，以兼顾人民的权益。有关修正要点及内容，接续我请作计室周浩宇中将向各位委员先进做专案的报告，谢谢大家。主席、各位委员先进，本部拟具之要塞堡垒地带法修正草案全案报告，即区分政策目标、草案条文要点、相关法令执行之原额、经费及冲击层面影响评估等依序报告。政策目标：国防战略要域维护攸关国家整体安全。本次修法秉持有效遂行防卫作战、兼顾人民权益之原则，参酌相关法规及广纳各界意见，原拟具要塞堡垒地带法修正草案。草案的条文要点：为辅作战时需，修订后之要塞堡垒地带法名称修正为战略要域管制法，共计17条，要点如下：一、律定主管机关为本部，并定名战略要域及管理机关之定义；二、战略要域之划设涉及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权责，未立各机关协同管制，修正战略要域之范围，由本部会商有关机关意见后划定公告，并刊登政府公报；三、考量地方发展及配合实务做法，修订划设范围为要域的本体，并删除原向外延伸400至600公尺之第一区及3000至4000公尺之第二区管制范围；四、修正战略要域禁止及限制事项，
并将原条文有关建筑物之高度不得超过一公尺，堆积部不得超过四公尺之规范，修正为于不影响战略要域作战设施功能发挥范围内，由管理机关来审核。五、战略要域公告之禁止限制事项，于国家重大庆典或特殊情况需要，经管理机关权衡评估，得报请本部核定解除、变更或暂缓。六、现行条文规范于必要时得将要塞管制区内居民迁出，但为了确保人民居住及迁徙的自由，仅限于暂时因作战任务需要，经报请核准后方得以要求人民迁徙。七、参酌刑法等相关法令，修订违反战略要域禁止及限制事项之刑度及罚则，调整本法最重之 法定刑，由原来的七年调整为五年，并删除过失犯罪责，另参酌民用航空法及犯行获取经济利益的价值，调整行政法上限为新台币150万元以下罚元。八、现行已经完成公告之要塞堡垒地带，均属本法规范事项，由本部于本法修正施行时公告为战略要域，并刊登政府公报。报告有关法令影响的评估。本法案条文并不影响其他法律之执行，修正公布后尚需配合修正法律进中华民国刑法等13种。执行之原额及经费的影响评估。有关要塞堡垒地带之管理及管制已行之有年，现阶段列管之要塞管制区计22处，本法公布施行后并无增加管制单位及原额。另针对划定为战略要域之土地，依土地税法减免税捐，修法后未增加或减免税收，对政府预算及国库税收不会造成影响。冲击层面及影响评估。本次呈报修正法案删除陆地第一、二区的管制，修正禁止限制事项与罚则，及缩减禁限建范围，除有效兼顾人民权益外，并使战略要域安全维护及暂时作战功能发挥之法源基础更增完备，必以确保国防安全。最后感谢各位委员长期对国防安全的支持与重视，期盼继续给予策立与指教。报告完毕。好，谢谢。有没有其他相关部会要做补充报告说明的？有没有？国安局有没有？内政部有没有？有没有？其他的部会，财政部、法务部、农委会、海巡署相关部会都没有的话，我们开始进行询答哦。那原例呢？我们本委员会8+2分钟，非本委员会6+2分钟，10:30，发言截止登记啊。那我们今天先做大体的询答啊。接下来我们请第一位登记发言的陈廷飞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我们请副部长。张副部长。委员您好。副部长你好，我今天用一些比较轻松的图片跟你交换一下意见。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海军陆战队的模拟作战的几张图片。好，那你看一下，第一张是烈日下操练憋气至流鼻血，这严不严重？好严重哦。这个都在我们这个训练范围规范之内。在规范之内。好，那下一张，手脚反绑游泳，这也是在我们的训练之内。这全部在训练范围之内。我们再看下一张。是。然后这是刚刚是手，现在脚反绑。我们再看下一张，在柏油路上考验他们的极限，
这也是，是不是？是的，这都是嘛，哈，这都是我们战斗部队要训练的部分。然后再下一张，学员48小时没有充足的睡眠，这也是，这也是，这也是嘛，哈，是的，对，都是我们的战斗部队了，哈，是，大家详细看哦，蛙人。好，我们海军陆战队蛙人部队，对，好，待会我可能会做个民调了哈，待会我请大家一起加入了哈，大家看清楚。好，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战斗部队的空军，哇，英姿挺拔，不一样啊，是，跟海军陆战队的战斗部队是不同的，是英姿挺拔。再下一张，也是。都是英姿挺拔，跟刚刚不同，哎，同样是战斗部队啊，是不一样的，因为军种不同，是不是？再来下一张，都是英姿挺拔。好，那我要问我们的副部长，如果是你，你要为你的小孩子选择志愿役，在选择战斗部队的部分，你会让他选择海军陆战队，还是会选择空军？跟委员报告。如果依照你是父母亲的话，看到这些照片，你会怎么选择？我跟你报告，我的大儿子刚好是志愿役，他选择最艰苦的单位金门，然后战车营。哦，战车营。是的，不错。是他自己。那我特别跟你报告一下。我现在没有说你个人，我是说如果依照图片。是，我跟你报告一下。依照图片。各军种有各军种不同的训练的方式跟模式。是，副部长，副部长，你不用解释那么多了，我已经跟你讲说，委员是我们陆军海军，我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跟你讨论。他全部做过。这几个照片，江委员就全部都做过，比他更严格的做。好，来，我在现场再民调一下，大家看一下，如果你们看到光看照片，因为你们自己都了解军种的状况，如果光看照片，因为我们一般的家长。基本上，或许我们不知道每一个这个战斗部队他的状况，我们都只是看照片，会去帮小孩子选择陆军海军陆战队的举手，不会吧？好，然后会选择空军的，如果海军陆战队跟空军的，会选择空军的举手，不敢举。因为我们副部长在这里。好，副部长，谢谢。这些照片我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我从国防部发言人他的脸书当中来的。脸书 po 了这些照片，而且又在母亲节当天 po 出来的，是不是宜啊？你是要跟他表示说？我把你的孩子操到很辛苦的，还是说我照顾你们的小孩子照顾得很好，到底PO出这些照片的用意是什么？这些照片全部都是从国防部我们的发言人他的脸书当中所截取下来的。那我为什么今天会分享这个部分？刚好跟我们的数据，你们在我们国防部战斗部队的一个边线比当中，刚好非常非常的凑巧，整个比例完全一样。陆军基本上边线比，装技部队30%，特战部队37%，机部部队44%，外岛步兵部队44%，炮兵部队49%，守备部队55%，反甲部队58%，海军舰队部队41%，陆战队40%，空军防炮部队96%，宪兵指挥部58%。所以刚好这些照片在网友的整个回应当中，刚好跟我们的边线比情况一模一样，确实大家认为说空军英姿挺拔，但是空军真的他的训练过程也是很辛苦的啊，对不对？应该对吧？空军应该也是很辛苦嘛，非常辛苦，是不是？要九个基地，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刚好我们国防部发言人所PO出来的照片刚好跟我们的边线比是一样的？而且从我们网友的整个留言的比例当中也是如此，一模一样。他认为说，哇，空军好像比较轻松，而且在整个的训练过程当中可以展现英姿。副部长，我今天已经跟你说，我会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跟你探讨，适当与不适当。好，就是说，在我们国防部，我们发言人所PO出的这些脸书当中，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我们在整个加急的部分，我们的战斗部队还有加急吗？是不是？是的。但是我们现在是齐头式的，齐头式的加急。战斗部队它有不同等级的加急，叫外岛加急、战斗部队加急啊，它都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我是说依照它所负担的整个战斗的压力，这是一样的。你讲的是外岛，还有一些不同的加急，但我是说以训练程度的状况，其实是一样的嘛。是。所以我们的战斗部队其实是退多进少，是不是？现在这个数字还有会有成长啊，并不对。怎么会有成长？是不是退多进少？我请这个退的比较多，当然你进还是有在进啊，但是是不是退的比较多，进的比较少？报委员，那个我是人事市长，向委员报告，我们从那个募兵制啊，从去年开始，我们所有的志愿的士兵90%以上都到战斗部队去了。报委员，前面那个数字可能是我们之前提供比较旧的，现在我们的整个一个的那个志愿士兵的比例啊，在这几个部队里面比例，这是你们105年是的一个检讨报告，是不现在的数字，所以表示你们国防部都没有在 update 资料喽。这是你们105年送到我们立法院来的报告哦。里面报告里面所呈现的数据是如此哦。是，报委员，现在这个数据也已经有做调整了。那事后那好，那你调整，现在比例多少？对，会后以后我会把这个不用啊。那你现在比例多少？是，现在不是30%，是90%，你也可以这么说啊。是，还是30%？现在不是30%，现在是35%。那请问有差到哪里去？我特别跟你讲，像我们的机部269旅套，它已经到了66%以上了。就是说这个数字部分，包括我们这里面可能，那请问装机部队呢？装机部队，战车部队，战车，战车部队，特战部队呢？特战部队也到60级以上了，60级以上了，对对对，都已经到60级以上。报委员，这个是那个会后，因为您刚刚讲，因为我们的数据还要再做一个累整。我也会提供。所以105年送到立法院来的报告，你们是乱送一通了。报委员，那是可能是之前送的。怎么会是105年呢？105年的报告。报委员，我先看一下是哪一份资料。我报委员这个。105年的报告里面是很清楚你们写的资料。报委员，我所以你们都没有在 update 就对了。报委员，抱歉，那这样好，那现在空军的部分呢？空军的部分是多少？空军编制是最高，空军编制最高嘛？空军编制，所以没错嘛？是，是不是？还是一样啊，在整个陆军海军的一个战斗部队跟空军还是有所不同嘛。我们已经在逐次提升当中了，而且是正面的。怎么会是正面的？就是确实是如此，因为我们可以从去年跟今年的整个的一个副部长的招募的状况。其实今天我一开始就说，我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这些图片都是从我们的发言人的脸书当中所截取下来的，适不适当？如果我们今天希望说能够提升我们的募兵制，而且我们的战斗部队的比例，我一分钟跟您报告，应该不是要去PO这些流鼻血，吓死人了！在母亲节你丢了一张流鼻血，我的小孩子被训练到流鼻血，吓死人了。报委员，您心疼国军，是是关怀国军，我非常的敬佩。国军严格的训练，不是拿来做秀用的。而是展现我们军事训练的战力，因为战场上的环境比这个严酷的太。这代表是战力就对了。是的，流鼻血就叫战力。它都是训练的一环，啊，它要适应这样战场环境，它可能比这个流鼻血更严重。如果不流鼻血，不严格的训练，它会流血。所以你认为今天我们来
PO 这一张照片，在母亲节我们发言人 PO 了这一张照片是没有问题的。我给你报告一下，海军陆战队他最后他有一关口要过天堂路，所有他的父母亲在旁边，他的亲人，他女朋友全部在旁边。副部长，看到你不要再继续讲下去了，你再继续讲下去，我相信可能你们要募兵又募得更困难了。是，谢谢您，是，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我们请蔡委员咨询。主席能不能请我们的副部长上台？来，副部长。委员您好。好，你好，副部长，我想想首先请问一下，今天我们要审查这个要塞堡垒法的这个新的修正案嘛，对不对？是。目前对于我们的重要的军事管制区啊，有哪几个法律有管制有管理到？我首先请承办单位来详细先跟你说明。要塞堡垒地带这个管制区的里面可以管制的，里面有军用机场。我现在问你是说法律上啦，我不是问你这个，但我看完了啦。有管理的，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要塞堡垒法跟那个国安法里面的管制区的划定嘛？两个嘛，对不对？要塞堡垒地带法跟国安法。跟国安法嘛，好，那想请教一下，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管制的目的啊是不一样的。要塞堡垒地带是因为是要作战上攻守所必取，防者所必固的。国安法里面是为了要确保一些海防跟军事设施的安全律定的。来，那个来重新再讲一次啊！你说我们的要塞管要我们的堡垒要塞堡垒法里面的划定是为了什么划定的？为了攻跟守。对，作战需要。作战需要的攻跟守。好，那这样好问题，是我想请教一下，你现在要塞地道画了几个？22个嘛，对不对？22处。来，第一处是哪里？第一处是哪里？我们是外岛地区。第一处是外岛吗？的编号一呢？这你们提供的资料啊？对，资料很多啊。好，我告诉你啊，你们的编号一写基隆市的内木山呐、啊。基隆有五处。基隆有五处。是。要塞堡垒法规定的基隆有五处，那重要军事设施管制区。我现在不是，我现在问你说，要塞堡垒法划定的要塞的这个你们公告的啊几处啊？基隆是内木山要塞，还有哪里？基隆只有一处。对啊，那你怎么讲五处？吓死人了！我想说奇怪了。好，我想请教一下内木山在干嘛的？这个次长你知道吗？内木山是一个俯瞰整个基隆港的一个要点，是吗？是吗？你们划定的区域到底是哪个地方？是那个靶场还是那个山上啊？它这个地方是可以砍至15号道，以及一些河川的纵深阵地。十五号道是哪个十五号道？台十五号道在哪里？台十五号道，台十五号道在哪里啊？滨海是台二吧，还是台十五？台十五吗？好 ，OK， 台十五。为什么这样子哈？内木山那边有个靶场啊，那边有个靶场啊。好，我不晓得你到底是把靶场划为管制区，还是你刚才讲的那个部分是管制区。好，这第一个好。那这两个部分来，我想请第二个问题啊。我刚才讲过，好，所以要塞堡垒是暂时需要的进攻或守备的重要的区域嘛？是。那我们国安法里面的管制区嘞？国安法里面的管制区，它有时候是最主要的是确保海防跟军事设施的安全。好，那如果这两个在位阶上来讲，哪一个比较重要？各所管的各有不同啊。啊，所以不见得哪一个比较重要。是。所以有可能要塞不重要，但是管制区比较重要。这要看个案，这不是所谓重要不重要，是看它的必要性。把你已经列为公告的地方
它不重要吗？这跟国安法跟战略要域管制法并不是说来比谁跟谁比较重要。好，那我想这样子我再请教一下。是这个你晓得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吧？上次参观我们的国安法的管制区，后来你们有几位这个桃园龙潭营区那几位被记过嘛，对不对？几位我们所谓的军官嘛。好，另外有一个进入要塞堡垒战情是被记申诫，这个案子你知道吗？这个是这个不太清楚，不晓得你们记得呢。右边那个乌丘战情室的事情啊，晓得了吧？哦，那好像是前年的事情。对啊，那我就要问啦、啊，乌丘战情室开放参观，记申诫一支，参观我们的六栋幺旅，我们的大过两支。我说实话哈，我问一下副部长哦，所以我看完这两个规定之后，惩处了之后啊，我看不大懂你们的惩处的要求跟规定，你们的重点放在哪里呀、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哦？来，刚才我们的次长长，我想请教，违反国安法里面呐、啊，进入这个军事管制区里面呐、啊，军事判刑判多久？现行的法令。我直接告诉你啦，六个月以下啦。进入要塞堡垒地带，现行的法令是怎么规定的？判一到七年啦、啊。现在改了。我知道还没改，现在改了吗？现在我们预化把它改。那是你依据要改，还没改之前用现行法令嘛？是。所以我现在告诉你说，所以看起来你们的两个法令规定的严格，来要塞堡垒地带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嘛？国安法的规定比较宽松，所以在刑法的处责上也有高低之分嘛。副部长，我这样讲你同不同意？是，没错吧？所以你们刚才次长这样讲，我就觉得这样讲是不对的啊。好，那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居然要在堡垒法规定的区域公告地方是比较就法令上严比较严格的？那为什么同样是进入这两个地方，你们军方的惩处会是不一样的呢？进入要塞堡垒地带的部分，申诫一支；进入我们的所谓的国安法的军事管制区的部分，大过两支。一个新闻报较大条，一个新闻报较小条啦。你们的处罚哦，没有一致性啊。副部长，我讲的你认为嘞？这个部分我们深入的检讨。你说怎么样？我们来检讨。你们检讨哈，不要每次我讲你就说你检讨。好，再来，我最后确认一个问题哦。以后未来进入要塞管制区，在你们新修法之后，我现在不要问旧的啦哈。在你们新修法之后，谁来核准？要社管单位。社管单位是谁？是。好，我这里有一个资料哈，你们旧表哈，国军列管要塞管制区蓝表，这是你们列的啦，你们的文字都用错了哈。你们在要塞堡垒法里面没有管制区三个字啊，对不对，市长？要塞堡垒地带有没有管制区？没有，没有嘛。结果你们的公告啊，你们的公告还写管制区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哈，你们的社管单位如果是海军陆战队的话，是当地的守备长还是陆战队的司令？陆战队的指挥官。陆战队的指挥就是陆战队最高级的指挥官嘛，对不对？所以有的部分你写陆军军防部就是军防部指挥官嘛。是。那第一作战区就是指第一作战区指挥官。指挥官好，那个宪兵指挥部就是宪兵指挥部的指挥官嘛。OK， 好，再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啊。我们最近问到南海的问题哦，不好意思，主席再给我一两分钟，就马上就好了哈。我们前两天军舰是不是有跟着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只到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冲之鸟礁？有没有？副部长，这个在报纸上啊，大家都看得到。啊、你不要讲，每次到不到，你有或没有嘛？你们自己对外宣称你们都讲有了，我问你，你跟我讲说报纸有，那以后我们就找媒体来询问就好了，不用问你啦。我们军舰详细的位置啊，我没有问你军舰详细，我是说有没有就好了嘛，有嘛？好，按照目前的说法。这个海巡署的说法，他们在200里内的经济海域里面保护我们的渔民嘛，然后军舰跟着后面嘛，对不对？好，我想问一下问题啊，12海里内我们进不进去？12海里不进去。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原则上12海里比较敏感一点。它是为什么它是敏感？因为我们认为冲之鸟礁是日本的领土、啊、不是，所以它有12海里内的主权。不是，不然是怎么样？我们不挑衅。我知道，我现在不挑，我现在问你说，在法律上，我现在问你嘛？挑衅那个部分。否定，我现在问你，就是说你是我们最主要任务就是护渔。对，护渔。那我现在问你嘛？他如果我们的渔船跑到12里内去抓鱼，你进不进去护渔？
这由海巡来负责。啊，海巡进去，你们进不进去？我们会有测护、啊。所以你们会跟着进去喽？你先，我是要确认，你要讲清楚哦。还是你就直接告诉我说，十二海里内你们就不进去，因为你们认为那是日本的领土。原则上，在我们可应援的范围之内。部长，我觉得你讲话我不需要这样讲啊。我们的其他的官方单位都已经正式承认啊，都说那个冲之鸟礁是日本的，所以我们尊重它十二海里的主权，但是我们不认为它是岛，所以它没有两百里的经济海域。副部长，我们并没有承认这个冲之鸟礁它是一个岛，那是完全两回事。对嘛？所以我没有，所以我刚才讲那段没问题嘛？不然你每个单位讲的都不一样啊，所以我现在跟你确认刚刚讲那一段话，所以你们认为说冲之鸟礁它最多就是十二海里的内的主权，十二海里以外的经济海域我们是不承认的，所以我们去护渔嘛。我们国防部的政策不就是如此？海巡署的政策不就是如此吗？它海洋公约法87条说，冲之鸟礁十二海里外海才属于公海的。对，没错，所以你主张这个 OK， 我要问你就问你这个问题。好，这个最近啊，永暑礁你晓得吧？永暑礁知道。永暑礁在哪里？南海哈，好，问一下永暑礁，永暑礁现在是谁的？永暑礁几项？很有争议，很有争议。那现在是谁的？中华民国的领土。中华民国宣称这是我们的领土嘛？好，美国的军舰开入永暑礁十二海里内，中国发出正式的抗议。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国防部，你认为这个事情怎么样？有关于这件事情，个人。我们尊重所有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我了解嘛。我现在说，美国的军舰开入永暑礁十二海里内，就你来讲，这个是恰不恰当？如果你主张，如果我们主张了哈，因为国防部代表国家，你主张说这是属于我们的永暑礁，是我们台湾的话，那是不是开入十二海里内，我们当然要表达我们的意见呢？这个是不是由外交部他来发表意见？好，那我现在问你啊，下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永暑礁的部分嘛，太平岛的话嘞，如果美国的军舰开入太平岛的十二海里内的话，国防部的态度是怎么样？它有相关的规定啊。我想问，那你的规定是什么？相关规定。会相关规定是什么？这个部分是不是海军有什么？先不好意思，主席，这个部分麻烦让我问就好。谢谢。你说怎么样？海军副参谋长，他是跟你专业的报告跟回答。喂，好，我是海军副参谋长，我简要的报告。太平岛是我国的领土，这个我都知道。我现在告诉你，海域必须向我们外交部申请。那他如果没有申请就开进来的话嘞？是因为美国并没有签署国际海洋法公约，他并不认为他应该要执行这个义务。好，所以他认为他是航行自由。报告完毕。所以你认为他可以进入我们太平岛十二海里内？不认为嘛？那如果他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国防部要表达的抗议还是怎么样？如果。我先问他确定，不要到时候过两天要开进去。所以我先跟你问在前面一下。这个是剩下的事情外交部。所以你认为跟你们无关就对了。时间到了啦。好，那要不要把这个划为战略要略啊？如果你们新的战略法里面划，要不要划进去？书面答复好不好？30秒你大概答不出。好不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我们下一位请罗志正委员咨询。主席，我们可以请国防部副部长、政务部长。副部长，委员你好。副长早。今天520之前的最后一次了，应该了哈，因为今天所有的内阁全部在总辞。那520之后，在座几乎每一位都会继续留在部里面，替我们国家来捍卫我们的主权跟安全。谢谢委员。所以本席长久以来啊，认为国防的议题是不分蓝绿的，不分朝野的。我们的目的跟做法都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政策法令的调整，让我们国军能够更坚实他们的战力，然后照顾每个官兵的权益。包括昨天本席在质询相关议题的时候，目的并不是要责难国防部，是希望能够协助解决一些问题。谢谢委员。那我是希望国防部不要太过防卫性。包括昨天提到我们位级军官的这个所谓边线比的部分，你们给我讲到80%左右，如果到年底之前，可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来分，你们资料还没有给我了，我可以有点时间让你们准备。如果以上位、中位来比较的话，上位可能是满编的哦。那因为我们管制的少校的这个员额，换句话说，我们升少校的这样的一个塞车情况是很严重的。那如果是上位是满编的话，那我们中位甚至我们的
基层的这个比例边线就是偏低了，所以基层的这个卫官是非常辛苦的。今天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军队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特性，有专业的或是第一线的战斗部队，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在专业部队的角度来看，副部长，你觉得专业测验比较重要还是体能测验比较重要？它有不同的领域。我知道，我先讲基本体能测验跟专业测验来讲。基本上，如果说以军人来讲，他的专业会高于他的，对吧？有部分。对。那有些是、有些一般的战波部队没问题，是的。但从专业部队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专业测验、专业的重视应该比体能更重要？昨天我们在讲第四军种，如果这些所谓骇客，每个都没办法跑3000，结果骇得很厉害，你是要选择他的体能，还是选择他的专业？这个专业了。当然专业嘛，当然专业，化工、化兵、资讯兵、工兵等等，还有很多专业部队，化学兵等等，他的专业绝对比体能重要，对不对？但是他体能跟专业啊，都是军人非常重要，有些是最基本的嘛，元素没有错。但是我们基本会不会不像基本，而是一个过苛的严格要求？我们要讨论今天这个议题。没有，下一个，问一下哈。我们过去几年下来，有所谓的国军基本体能测验的标准，有做了一些改变，对不对？是的。好，下一页。来，那个是军医嘛，哈，哪个单位？训练次长。训练次长。训练次长。上一次，在1993年制定那一次，到实施这一次，3000公尺，然后第二次最近的一次，2008实施之后修正之后，同样有3000公尺。我们标准是变严还变宽？这个我先请训次室来做一个专业报告，可不可以给我们说明一下？光3000公尺，其他项目不同不比较，光3000公尺的部分，整体讲起来是，较过去是比较严，比较严嘛。三千从本来多少变多少？它有划分年龄层，我知道最低年龄层20，最年轻的那个表给我，表应该有吧？昨天已经给我了。给你看一下好了，现在是3000公尺，14分钟。上一次呢，在2008之前是多少？10几分钟作为标准。没有这个资料吗？你们都测过的啦。我首先跟你报告一下，因为是以现在是以志愿役为主，它时间变长的时候，我们随着它时间增长，它的体能要求。我知道入伍的时候跟后来入伍之后半年之后的要求不一样嘛，我现在只光比较跟过去比起来。鲍委员，我这个刚才因为没有听清楚委员的意思哦，从1997年开始，从1998年元旦开始，这个新制的三千公尺啊，是参照各国的部队。好，我就看你各国啊。对对对，那参照划分年龄层划得很精准，可能3岁。我知道，我整个表格因为太多，我没办法详细，我只是挑20、30、50。但是过去在1997年之前，并没有像这样划分，所以我没办法无从比较。好，那当时的标准是什么？当时以部队来讲，以部队来讲，它不是算几岁，它是一个连队在测验，一个连队测验，所以不以个人做测验是？啊，不是，它一个连队，它一个连队的一个标准。好，那我们现在以现在的标准看就好了。是，同样20岁的标准，我们是3000公尺14分，中国当然比我们强一点了哈，它13分40秒。美国跟日本都比我们宽，对不对？重点在哪里？越年纪越大，我们标准越严嘞。到50岁的时候，我至少听我讲完。是。到50岁的时候，中国放宽到23分钟，然后美国到17分47秒，日本到16分56，然后我们是16分25秒。我们的军人的体魄真的很好哦，他很超哦。所以各位委员，所以呢，我们近五年了，这个合格率多少？国军有9个建设站，我知道。现在合格率多少？目前的3000公尺，大概平均大概是60几、68左右。所以还有3成几没办法通过体测哎。所以我们现在收整了150万人次的建测记录，我们现在也准备再做一个。我要问的就是说，如果还有高达3成多的是通过不了体测的话，表示可能标准过高。跟现实的这个一般平均是有很大落差存在的。包委员，标准高不高，我不敢在这边说。但是你们一定有专家学者，对你们做这个调查实施之前，没有做过任何的专家学者的一个征询吗？也做过征询，还是只征询马英九一个人？他喜欢跑步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所以没有，现在都是以马英九的标准来看呢。绝对没有。
不然怎么会定出的标准有三成多人通过不了体测？三成多不是少数哎。如果美国这个国家都比我们五十岁以上、五十岁左右，只要23分，我们要到16分，几乎快了10分钟哎、这个。我们是体育健将。刚才我报告的60多、68，这个是我们的健测站，就是自己报进的。每年像我每年要报进，那也是偏高啊。对，那部队里面不合格率偏高啊。是是是，部队里面的健测不是那个数字。市长，我不是要你们去辩护这个政策，是520之后我们希望能够调整，让各位在体测方面能够符合真正的国军战备的需要，同时兼顾大家的健康，不是以马英九的标准来测试所有的员工，而他们所有的同仁，你看伏地挺身，我们20岁是51下2分钟，中国40，日本45，美国42，我们都要当体操选手，是不是？不，我容我再跟你报告啊。刚才报告过了，我们现在啊收整了150万笔健测资料，这就是问题嘛。对，你们在这个实施之前做的研究够不够？等到实施，现在已经超过7年8年了，现在才开始做资料调查，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累积的数字已经够。那当时第一次的数字怎么来的？不，我们现在健测了5年，数字累积出来的一个数据已经够我们在做重新的分析了。那第一次的数据怎么来？51，这怎么来的？当时也是怎么样？也是参照各国，参照马英九的标准，还有这个很多运动生理学家的这些。可是你看到没有？美国、日本、中国，他们都比我们实施的早啊，他也没要求那么多啊。对，包伟，再看一下，包伟，仰卧起坐，是是。你看50岁，我们要31下2分钟，中国、日本都10几下，美国32，我们是人家的一倍。我为我们所有的这个校官、将官们。不过我们三项体能训练的门槛是在上，是确实是比较起来是高嘛。我们这个训练的标准是比较严，高嘛，比较严一点。而且它不分军种的，我刚才讲过了，对对，有些军种它的专业训练更重要啊，专业测试更重要啊。海军在舰体上哪有时间去训练3000公尺？是，所以而且连队还1个月1次，对不对？是。现在海军怎么要训练3000公尺？现在海军的3000公尺啊，我们调整成游泳测验。可是这是基本测验不是吗？对，这基本体能测验啊，马英九要求还去找部队要一起跟他陪跑啊。那是陆战队。对啊，我知道啊，陆战队陪跑啊。那如果改天马总统下来之前说我要找海军跟我陪跑，没有、这个，他不累垮三军啊？没有这个状况。当然不会，你怎么知道？还有几天呢？这个总统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看的。我昨天要了一个资料，国军现役将领健康检查5大异常项目，你们要求我数字不要公布，就不公布数字。但这5大项目触目惊心呢。胆固醇过高、肝脂肪、肺部结节、胃食道逆流、BMI 过高，数字我不讲了。那个军医局长嘛，是吧？是。如果你这个你是军医背景嘛，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将军们的身体的检查长这样子，你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委员，首先非常感谢您关心我们国军官兵的健康啊。那个将领啊，是我们整个国家的重要资产，没有错，也是我们国军战力的一个关键元素。那我们现在你所看到的一个异常项目啊，这是我们自我的一个分析。如果我们、啊、你们分析的结论怎么样？先告诉我一个结论就好。什么样的生活形态会造成这5个偏高？哦，是属于高压力的一个、高压力吗？对，我昨天问过2个医检师、3个医生，他们告诉我什么样的生活形态会造成这种5个数值偏高？他告诉我这是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生活形态。鲍委员，有可能是你讲的。还有2分钟嘛？好，抱歉。鲍委员，没有，抱歉。好，在2009年啊，2009年，我们国内某家的医检的这个机构啊，针对45岁到64岁的男人啊，男性啊，国人男性。但是我们军方的要求应该更健康，对不对？所以将领是国家的保家卫民的一个最重要的第一这个指挥官嘛。是。我告诉你，当然不见得正确啦。你可以讲说高压陆力重工啦，是压力高啦，但是我告诉你，3个医检师、2个医生告诉我，这是什么样不健康的生活形态？叫吃太好、喝太多、不运动。鲍委员，这个是通常的一般的调查，一般的调查嘛，不是这样子的，没有错。我做一个动作给你看，我也是三高五高。那副部长，你没了，副部长，我知道你有在练了哈，没问题了。好，副部长问你，那5高你有没有？副部长，那5高你有没有？你都没，还你这是你的隐私啊！这5高你有没有？不瞒你说，是有的，是有的嘛。好，没关系。
我现在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大家都是国家的宝。鲍委员，这个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啊。我知道压力，对不起，三十秒就好了。我结论了哈，将军的身体要照顾好。是，之前是 BMI 过高，现在是变成高胆固醇了，这都是一个国家的警讯啊。我真的是不要，就是说你们是戮力重工还是应酬文化，这两都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绝对没有应酬文化，特别跟委员保证。真的哈、哦，好。我们会好好了解一下哈，谢谢谢主席，谢谢委员关心，请大家都爱惜身体，注意健康了。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王定宇委员咨询。谢谢招委，我们麻烦我们正副部长。好，请副部长。委员您好，刚才罗志镇委员问的哈，这我发现您应该是属于吃不好喝不多也很运动那种人哈，这我也不好意思叫你在那边运动哈。谢谢关心。我们从人的关心回到我们基地的管理，我们今天审的是这一个要塞堡垒，但你们现在把名词做了一些改变，法条做一些改变哈。就这个法条的内容，我先讲结论哈。事实上你这个内容联动了太多其他的法律，比方说国安法，比方说刑法，而里面的比例原则有一些也不适当。基本上你们提出这一套哈，要进入到逐条审查还真的审过的话，你们会蛮麻烦的。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哈，像这个法令，这个副部长都了解吗？哈，都了解。我不考你的事啊，你可以先看一看哈。像我们里面有关这个第十一条哈，在你们提出这第十一条里面，它针对违反你们自己修订的第六条第一项第一款讲的是什么呢？行为，就是我去给你偷拍啊，我去给你测量啊，我就要处以徒刑五年以下。我如果没有许可就进去，就这个徒刑是三年以下。所以针对没有许可进入的这种行为，测量的行为是可以自由行，可是同样这个法在第十五条有许可进入之后，他带着刀戒带着枪支罚一万到五万。副部长觉得这个条文听起来有没有怪怪的？是有关于刚刚委员所指导的，我们会再做的了解。我首先请这个就我们今天不是逐条审查，因为我们今天是大题讨论，我也不跟你逐条谈。我就是说我们在定这个法，因为要塞堡垒法太古老了啦，它对我们现代的防务基地等等重点的这个战略要点事实上已经不敷使用，所以这整套要修改，本席是赞成。可是当你在修改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到你们法条的涵盖性跟其他相关法律国安法刑法的竞合，或者要一并调整，最后只是一个平衡感的问题。像里面暂时的时候，你要求民间百姓要迁徙要移动，不听命迁徙的话，在里面这个第十四条的话是罚六万到三十万。就说我本来住在这里，因为你的运动的需要罚六万到三十万，因为你移动暂时移动的需要。那我觉得好，那我们为了暂时移动，这个法律要这样定。可我带着枪到基地里面罚一万到六万，那个比例上感觉上就怪怪的。因为我本来住在这里，是你战争的需要，我还不晓得说你们演习算不算比视同作战哦。需要说要我迁徙，要我把牛拉走，要我把作物移走，我没有配合就罚三十万了。我今天呢利用会探这个会客啦探亲的名义进来，我带了一把手枪进去，一万到五万块。副部长，这比例上哈，听起来这条文怪怪的嘛？了解。你有什么感觉？了解。有关于啊细部部分啊，我们会遵照你这个方式。这个你们已经丢出来了，你们这本已经丢出来了，我还没有一条一条给你看哈。比方说里面航空器飞越没有许可的国外航空器，没有许可的国内航空器，非经过我没有经过军方许可飞过来的话，你们是罚大概是几十万到上百万。的一个罚款，
然后呢，你们在十三条，这个我是发现整个这个条文的修改哈，最有创意的在第十三条。第十三条里面讲的哈，就是航空器飞越啊，所有飞机啊穿越这个战略要点的话，罚30万到150万。结果呢，第二下文写什么呢？昏椒毒啊，你把鸽舍哈，你知道吗？那个鸽子比赛那个养鸽子的鸽舍，你给它放在同一条里面呢、欸。国军真的太厉害了，你把航空器跟鸽子哈是放在同一个条文里面，这不知道是创意呢，还是要斟酌一下它适用的条文，因为你事实上别的条文有处理到这个附近的养鸟啊、养鸽子啊的那些东西的规范，在别条有，就你们在第十三条是剪贴错误，还是刻意的创意把台湾的赛鸽运动列为航空事业哈、欸？这个是很有创意，你有没有看到第十三条？看到了，放在一起。最主要的，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鸽子会影响到我们整个飞行器的安全。当然，我知道，我没有反对啊。它跟鸽子、飞行器是一样的。我以前在六连队服务啊，那个飞鸟那个当然会有影响。我不是反对，我的意思是你这个法条的写法，你在同个条文是讲民航机、国外的军机、航空器没有经许可飞越要罚多少钱，突然跑出一句说在旁边养鸽子，我要把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条文放在一起哈。不太妥当了，你可以放在，因为你还有别的条文在处理这个。我是今天就这个题目，我跟你谈，就是说，事实上这一本我觉得大概是跨很多单位整合拼凑，然后在剪贴上疏忽了平衡，疏忽了比例原则，甚至疏忽了法条文字的归属感。你会让这个如果按照这样通过的话，将来执行起来会很有趣哈。那我另外要请教副部长哈。当我们希望把基地啦各方面都管理好来哈，但我要请教你，就是我们有很多哈民众搞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不是军事要地？就像那个六栋幺，光一个那边是不是要塞堡垒哈？根据判决就有两种说法哈，像这个是我们北部应该也有了哈，你到海边也有，你知道这个是。这应该是机枪堡嘛，哈，在这一个碉堡，对。我只请教一个问题，像这样的财产，就在海边，在山里面，有个机枪堡在那里，这个是看得到的，我还拍得到。你知道在云林有的是沉下去了，都看不到了。这个财产管理是不是军备局在管？作战区是作战区，它各列属各作战区。啊、但是这个军备局它要管理这个东西嘛？土地的管理。哎，土地的管理，对这个作战公司有各作战区，这些碉堡有专门的，这些碉堡的土地的管理是军备局，是啊，那个碉堡的本身是谁在管理？作战区有能力管理吗？有人管理啊，能管得好吗？跟您报告一下，像这个东西，像这些啊，都要定期的去检讨啊，因为地形的改变。部长，这你要小心回答，这不像做个弯腰或者福利那么简单哦。我们要定期，你有定期的检讨吗？哈，是是是。那像我现在本席问你下一个问题就好了，你们有清澈吗？有作战区，有都有清澈列管。全国这种碉堡你都有列管？各作战区都有管。如果都有列管，那问题严重了，有的都不见了耶。没错，有的是里面有住人呢。没错，要巡管。有的沉下去了耶。是，有的是完全就是我五岁的时候看到那么高啊。我现在当地委，他不见，他埋到土里面去了。你们还有列管哦？是我们重新检讨这个部分。不是真的有列管，没有列管？是有列管，但是我们要检讨。那管理善不善？管理上是没有很周延。有列管，但是管理不周延。有检讨的必要。全国这样的碉堡有多少个？有检讨的必要。有多少个？有检讨。我还不讲外岛的哈，有的故意荒废哈。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东西哈？这个是几年前一个个案，国防部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哦。有个研究生去台中，就这么一个碉堡沉下去了，有个洞，他摔下去摔死了，法律判例是国赔，也就是军方要负责任。你有管没有管都你的责任，你知道吗？因为那是你的财产，你不管它，放在那长草，让它随地层下陷沉下去，让它里面衍生一些问题。有判例是国赔啊，100万一条命啊。所以我请教副部长或者军备局这边哈，我们现在这管理有没有困难？比方说人不够啊，你也许管理上管不好，不见得都你们的错。因为早期弄了很多碉堡，我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现在有没有造册？
造册有没有定期访视、定期维护，或者不需要的把它做作废掉？有没有以上这三个动作才叫管理？有还是没有？有啊，副部长或哪一位业务主管可以回答一下。这个各作战区里面就专门都有列管作战公事，像刚刚委员所讲的，这都是我们的现行作业程序里面规定要做的。刚刚委员提到有关一个碉堡一个作战公事的存废是状况，我们地区来会勘以后，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嘛，你们有造册嘛？有定期防事嘛？对对对，那有定期维护嘛？对，那我们看下一个，你看财山哈。其实不止这个了，我怕讲别人，你把他赶走了哈。他住在那个碉堡，他说风景佳，冬暖夏凉哈。然后，哇，他住了很久了，他就住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然后呢，有的地方的碉堡呢，变成小朋友玩游戏的地方。其实，在新竹还有碉堡呢，在海边哈，变成我还不好意思讲，它变性爱乐园，新闻都爆了，周刊都爆了。那请问一下，你们定期访视跟维护怎么弄啊？苗栗那边还有变海角天涯，对，还有天涯，你都知道吗？那个地方不错，那个地方都释放出去了，不，变成公共的。有的时候我现在不是问释放出去，本席在那边问你，就是说这些碉堡都是军事设施，是我赞成你们要管理，是那你们管理上是管理的人员不足，还是幅员辽阔？因为我们现在裁军了嘛，是幅员辽阔，是很多以前用得到的，现在用不到，放在那边欺敌用的也有可能。是，但是如果因为这样造成人命的损失，造成国家的财产被占用，是甚至于在那边呢，让地方民众变成一个脏乱点或者登革热的衍生点，你们管理不善，根据判例都要找你们算账哎。是的，所以如果说你有管理，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军事机密哈，我那改天来给你对册子。我找个碉堡来给你对测试，有没有办法？那、如果对到没有的时候，怎么办？这个疏失之处恐怕是在所也有啦，这是一定的，这个要跟委员承认。拜托你好不好？委员，你跟我讲有管理，你跟我讲说你们都会有造册，现在告诉我说如果对不上来，疏失之处在所难免。我们会根据墨菲定律，会疏失一个就会疏失一百个。我们会检讨那些如果说没有必要的，就要把它拆掉。整理一下，我们现在国军在现代化，我真的建议就 是这很多年的问题了，是把它整个整理一下，有必要留的，缺资源我们不是不给你嘛，是善加管理嘛，是真的没有必要的，把安全跟清洁卫生把抹平都没关系，但是你现在放着每一个出一件事情，可能是一条人命，对你们来讲是100万的支出，这不是好事情，好不好？谢谢，这个本席还会追踪你们后续管理的进度，好，谢谢，谢谢委员。下一位，请黄昭顺委员咨询。6+2，主席，我想请是副部长哈，是不是？对。副部长早哈。委员好。对，主席，我想那个副部长，我想今天对这个法案的审查，我没有特别的意见，但是我每次来这边排队哦，都要排到很久很久，我都轮不到，所以我今天特别谢谢主席啊，跟我对调了一下时间，我才能够来这里发言。那我在这里要请教副部长一件事，你对最近民进党的党团提出来所谓的转型正义的法案，你看过了没有？这个你有去看过吗？不知道只是哪一条。哪一条？你详细去看了没有？是略有所知，不甚其详。略有所知，所以不知其详。好，那我请问你哈，因为我们在整个的那个转型正义，就是希望说以前有做的不够好的，我们想要在这个时候把它补足嘛，哈，对不对？是这样吗？你应该略知其详吗？是的。好，那我请问你，823炮战的那些人，在转型正义当中，应该不应该给他们处分？应该不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想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要重新审视一下有没有照顾出人。重新审视，对。但是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国防部去看了这个条文之后，有没有想过要把这些东西列进去，帮他们来处理这个问题？副座，是你看过了吗？报告员，这个有牵涉到各我们专业的单位，我先请这个人事次长做跟您这样的报告。
不是，你显然是没看嘛，哈，对不对？包委员，如果讲到八二三的部分，像委员现在目前我们八二三这一部分呢、啊，参加八二三参战的官兵呢、啊，都纳入我们辅导会的辅导的这个对象。我想不仅只是辅导会的对象哈，因为八二三炮战他们那些人，那一批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国土保卫很努力的。我们大概有弄了几次的法案都没有过，哈，我们几次都没有过，大概从。很早期的立法院，那时候我进来就一直没过，一直到现在。那所以，我具体跟国防部做建议，请你们立刻提版本。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转型正义要处理，我们大家一并来处理，可以吗？是，包委员，我们立刻的，我们会去研究。你们多久以内可以得出？委员讲的是八二三的哪一部分？包委员的那些所有的参加八二三炮是八二三八二三炮战的参战官兵吗？对，参战官兵是是。我们到今天为止，对他们完全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就是除了你刚刚讲的以外，其他的照顾是完全没有的。这是第一个我要讲哈。第二个，你清查了我们当时来到台湾的大臣役包里面有多少人，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流露在一个非常狭小没有办法生活的地方。目前在台湾有多少人？包圆圆，这个大臣役包不是我们现目前这个列管服的对象。副部长，你对这位是？我人事次长。人事次长。你对于他的回答，你有什么看法？到目前为止，据个人所知是，我们人事室是没有管的，这列管是没有在列管到大臣役包这个部分。副部长，今天我要提出这件事，其实我们的心里在痛。你们国防部不管国防部不管退伍会，把这些人可以说是置之度外。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左营的 B Bailey 旧城里面那一批人，我想你们都去看过。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有感吗？今天这一批人，当时为了国家真的是打仗的，结果在建改条例，他们什么都沾不上边。然后在所有里面，你们今天既然告诉我说。我们在整个的里面是没有列管，完全是置之度外。这样对吗？委员，我跟您报告一下，有关这个部分，您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地区，我们是有在管，我有帮他协助。我请这个承办单位先跟你报告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了。我想不是你知道的，你们到今天为止，所有的建改里面，这些人就是一样是零的，对不对？好，谢副，你先讲，你先讲。委员好，我是政战局局长。委员所提的 Bay Bailey 这一部分的话，因为它是属于它没有纳入到眷改我们的眷改范围里面，它是属于营改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是到现在为止营改也没有对，所以我本席在这里具体跟你们做要求，全国的大臣役包，请你们去清查，到底全国还有多少这些当年为我们国家很努力，而排除在眷改，告诉我们说是营改。结果营改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你们要不要在这一次的转型正义当中，把他们列入你们应该处理的范畴里面？你们要不要提你们的版本出来？鲍委员，因为他们现在是他不具备这个眷户的身份了，所以但是你们知道他们是大臣役包嘛，所以今天我才特别提出来，是我请你们，因为。他不具有建改的身份，但是是我们国家当时来到台湾第一批帮我们国家在守护的那一批人，结果今天几乎让他们流露街头，你们认为这样是对的吗？然后你们告诉我没有列管，所以本席在这里要求，请你们把全国大臣役包，全国同样的案例，应该你们应该有资料，应该有资料吧。大臣役包，因为它不是我们国防部列管，是不是可能要向内政部那边要查一下？我还要去内政部查。是，我们会去了解一下这个。我请你们把第一个大臣役包的部分，第二个包括八二三炮战的部分，第三个我要再提哈。是。那个这次建改了之后，我想已经有一部分的被建设被你们取消资格，我不知道你们看了司法院第。727号解释文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你们，就是说在这个解释的里面讲到，那些不同意
建改而被你们把它取消的部分，其实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我相信副部长你应该看到这一段吧？是。这个文章你全部看过了吗？是不是有回答？我想我再念一次给你们哈。不同意改建的原建户，不仅止于丧失承购住宅补助购宅的权益，而且还丧失搬迁补助会及拆迁补偿会。如果等等等等，好，包括不同意改建的进户租切入，在我们的建改条文里面，我想这个部分包括我们全国里面现在应该有几个建设是还没有还不同意你们建改的。目前不同意建改的建户目前大概是280户，就四个村嘛，对不对？那是另外不核定不改建的，对，就是他不同意，是，然后还有220几户不同意，是，然后被你们取消资格，是。我想司法院已经告诉你们，这个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你们在建改条例里面也没有把这个部分做任何的补救办法。那我想，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建设，这些人，这些也可以说是当年为我们国家很努力的。今天你们用这个方式来对待它，包括凤山那边有一些房子是有了地上物没有地下物，但是你们现在要把它拆。所以我想民进党政府520马上就要执政，他们现在在提转型正义，本席在这里具体跟你们做要求，转型正义要做，我们要做的彻底，而不能够说做了一半。像大城一包的部分、823炮战的部分，以及被你们无故取消，大法官会议已经告诉你们这样是不行的，请国防部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你们的版本送出来。我们希望在整个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并来处理，可以吗？是，报告委员，那个您说的版本，我们其实我们在5月5号上一次院会这边，我们已经提出了审查，已经完成第一次的审查了。转型正义你们提出来，就是、我刚刚本席讲的这些呢？就是刚很抱歉，那个条文只有一个条文做修改，其他的都还没有做修改。是那个条文是我本席提的，我知道建改条例第应该是22条吧？22条。但是那条还不够，那条的部分对大城一包，对其他的部分还是没有办法处理。是只有那些280几户可以稍作一些简单的方式去处理。我想这个对我们整个国家。当年做建改条例是违反我们当时的精神，所以本席具体在跟国防部做建议，包括823，包括大城一包，你们应该都清查，不应该叫我去清查，我没有理由必须要帮你们清查这些。当然我这边有一些资料，所以我希望，在最短的你们多久的时间可以拿出来？各位，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回去，我想请副部长回答。是。你应该还会留下来当副部长吧？谢谢委员，鲍委员跟您报告一下，这个试射的范围真的非常广泛，因为我们国防部现有的这个建管条例里面没有把这个部分呢纳入，所以说它不单单是国防部啊，内政部的确认还有其他的确认。我想主管机关还是国防部，这个、你们必须要去邀请大家来，给我们没有理由说。给你们多少时间？你告诉我你要多少时间？要跨部会的来协调。我们那你告诉我要多少时间？这个说实在话，个人没有办法说在很。你总是有一个目标吧？你总是要把目标拿出来，除非你不当副部长嘛。你如果不当副部长，我就不会要求你，我就等新的副部长来，新的部长来，我再来咨询。鲍委员，这样好吧？我们专案研究完了以后，把那个时间再跟您报告。好，专案研究，但是你还是要给我一个时间，是3个月还是几个月？是这些专案完了以后再确定时间再跟您报告。好，谢谢。后续再请国防部这边跟黄委员这边去是再做报告，好不好？好，谢谢委员的关心，谢谢。好，下一位请林长卓委员咨询。我们请那个国防部副部长，请副部长，然后是不是也请国安局的代表？请问是委员你好，你好，那个我想我们就回到那个今天关于这个战略要预法以及这个国安法的这个部分，我们来我对于一些法条上面的一些建议，那我在这个细节的部分先跟各位讨论一下，那。
如果我尽量就不要再去重复到刚刚之前有些委员问到的问题啦，那如果有重复的地方再麻烦您提醒一下。第一个是在于战略要域法第三条，战略要域定义国防或军事上所必须控制与确保之战略基地、战术要点所在地域及水域。那在第三条的部分，其实主要它也是提到这个所在的地域及水域。那再到第五条的部分，它提到这个跟空域有关的，它是讲说战略要域上空有划设限航区及禁航区之必要者，依民用航空法办理。那我们再看这个民航法第四条的话，这个空域之运用及管制区域、管制地带、限航区、危险区及禁航区之划定，由交通部会同国防部定之。那我这边的问题是要提出，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一个这个战争的这一种状态，现代的这一种可能性，其实我觉得除了地域、海域以外、水域以外，应该空域它要比较独立的去定出来。应该以目前我的建议会是，目前看起来我们只要提到这个空域的部分，它比较像是我们的地域上面的上空，如果要禁航，那我想其实这个跟现代的这个作战可能未必是的需求可能未必相同，所以这边是如果我们这个明定说这个对于空域的这一块把它写清楚，然后还是说这个用这个民航法准用民航法的这相关的这个规定的话，这个会不会有困难？是这个委员提的非常的专业，我要跟你报告一下，有关于航空器，当然跟作战有关系，但是它的航空器的起降那个范围的之内都影响我们的航空器的安全，不管是暂时或者平时都是同样的。那就有个有关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空军或者是来跟你做专业的报告？是。报委员，有关于这个非常安全呢，事实上呢，在平时和暂时啊的区分，就是我们平时都是运用这个国际民航法。那我们事实上，交通部民航局在本身来讲，跟我们空军本身来讲，军民合用的机场以及我们空域的管制啊，都是协调管制。那如果说以牵扯到作战的这种区分的话，原则上是用协调管制。如果牵扯到安全是以安全为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考量。但作战的话，就是以作战形态为考量。好，我这边大概了解你的意思。那但是我的这个建议还是说，因为现在是一个立体的作战，所以我在这边强调的不只是说机场的管制或是这个禁航的管制，比较重要的是说我们在这个规范我们的战略要域的时候，是不是哪一些空中的领域，它有可能不是我们这个地面的领域上面的上空而已。那所以这一块再请你们研议看看。是，对。那在第二个我第二个问题是说，在这个战略基地的规范跟这个重要军事设施地区的这个规范，这两个的概念有一些重叠之处。那我也知道你们说，但是在实务上面进行的时候，其实这两个部分你们是可以把它区分开来的。那我是比较主张实务上面它应该要能够反映在法律条文啦，那对于人民或对于立法委员在看这个条文的时候会比较清楚知道你们这个论述的这个概念。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法律上面把它定清楚，这是做得到吗？把这两者，就是战略基地跟我就不念这个战略基地指什么跟重要军事设施地区指什么，因为看起来其实有蛮多重复的概念在里面。是，它有重叠部分，是，但是它有区隔部分，是它的规范都不太一样。嗯，所以说这个特别跟您报告一下。是，那么如果有详尽部分，我是不是请承办单位做专业跟您报告？这个部分就不用报告了。谢谢。那我在这边，因为之后我知道还会有公听会等等，是，所以我提出我的意见，就是我会比较建议法条尽量让人民看得懂。了解。那所以我们再进一步去看这个您的回应，您这个提供的报告的时候，我说这个在实务上是可以区分，那我们就尽量把实务上可以区分的事情反映在法律里面，那就不会发生像这个像例如说之前601旅这个事件嘛，到底它是不是要塞堡垒等等。我们不如把它写清楚一点。是，是，谢谢。那下一个的话，我会觉得在那个第四条跟第七条有一个重复的地方啦，就是第七条的最后写到，本条所定之战略要域由主管机关公告并刊登政府公报。结果第四条事实上是说要会商有关机关来划定公告，所以我觉得第七条如果不是重复的话，我不太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那也许这个可以删掉，你们这个再讨论一下，因为我觉得第四条它是比较周延一点，对，比较周延的，了解。然后在
这个第十条的部分哈，这个我像刚刚之前好像可能也有人，如果我重复了，你再提醒我，就是说管理机关于暂时未遂行作战任务，经报请主管机关核准，得通知或公告战略要域内全部或一部居民限期迁徙或移除战略要域内之建筑物等等等等。这个是对人民财产权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我是蛮希望能够依照法制局的建议在条文里面增加，就是说因为这样子人民受到损害的话应该可以请求补偿，那补偿的范围计算争议处理由主管机关定之。那我不知道这个会有困难吗，就是说如果这样子去定的话，这个我们全盘了解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作战时候非得得已、这个如果是它是一个交战的位置的话，它最主要是确保老百姓的安全，又能够发挥我们国防的战力，这个如果说详细一点的话，我们再回去啊，依据委员的这样的说法跟指导，我们再深入研究一下。这个我相信在作战的时候的局势一定是千变万化了，是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在法律里面就直接把它留了一个空白的话，那对人民的财产权跟人权上面其实就会很没有保障。所以在战后我们能不能怎么样回复他的权利等等，这个我们在之前的法律把它定周延一点，就不会发生战后其实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们的权利，我们会更加周延，到时候变成又要再进行另外一次转型正义就不好了。就是不要因为当初的法律不够法制化，然后造成这个一大堆的空白，那有很多不当的处置，然后直接把人民的财产拿走等等。了解了解，是。所以这个我是建议应该依照法制局的建议，然后在关于这个没收的这个，好像刚刚有人问过，我就不再提。我现在最后想要，时间有限，我想要强调的是，现在全国有210处军事设施管制区，这个总面积有76513公顷，这未来还有可能增加吗？原则上是不会。原则上是不会哈，因为我的建议是在这两条法案的这个修正，如果未来是还有可能增加的话，应该要这个结合这个保障原住民族知情同意权的精神，因为现在全台湾不管是民间的开发或是公家机关的各种的设置，如果牵涉到原住民族的这个传统领域的话，其实都要有原住民族的知情同意权，那保障说他们在自己的部落啊等等，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原住民族的集体权利跟主权可以被保障。所以在这个法条上面，我希望建议就是说国防部这边怎么样融入，因为我知道这个要塞堡垒法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但是在现在这几年来订的相关法律，不管是土海法啦、原基法等等，原住民族的知情权利权都是一个已经主流化的状况，就在很多的法条里面都要把这个弹书写进去，所以我会建议把这个写清楚。然后最后我希望国防部就是说之后麻烦你们提供一下这个，不管是军事设置管制区、要塞堡垒，其实有牵涉到这个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部分，给我们一个列表，那我们可以回去做一些检讨。是，谢谢委员。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听取大家的意见，定的更周延的法条，这是我们来的目的。那我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政府机关在进行一些工作的时候，会说这个原民会还没有公告传统领域的范围，所以我在这边提醒一下，其实原民会它虽然还没公告，但是它已经做完调查，就是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土地调查。所以这一块我希望你们比照一下，然后把刚刚我们讲到的这几个，这 不管是这个要塞堡垒啦，或是说这个军事设施管制区的部分，那跟原住民族传统领域是有重叠的，那给我们一份这个列表，我们全盘考量。谢谢，谢谢，感谢。谢谢。接下来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请江启臣委员发言。好，谢谢，请主席先邀请副部长。请副部长。委员你好。副部长你好，我想在这个质询我们今天修法相关的议题之前呢、我两个关于公平性就是军方制度公平性跟公正性的问题啊，延续昨天其实有一些委员提到，就是说，军中的军官因病退伍，或者有人讲是装病退伍这个事情啊，我请教一下，
海军官校101年班毕业的军官，他先后有17名都住进医院，然后在前年先后又有8名军官因病停役，现在还有2名军官住院，然后有6名出院返回部队，但是调离战斗单位，还有1人转到其他军种。部长，人都会生病啦，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些制度上的设计，你万一怎么样了，可以申请停役或退役、退伍等等，这是规定。但是令人好奇的是说，这些都是同一个班的人，都同一个班，所以外界才会特别去注意到，然后呢，也让我们针对目前军方的这一类的人员的异动啊，有没有异常啊等等啊，开始去重视。那请问一下国防部，我刚刚讲这个个案，你们有没有去调查了解？是，谢谢委员指导。以下我有一些几点说明。第一个，有关于精神疾病跟忧郁症，无论是拿我们全国的比例，或者是拿先进国家，比如说美军、日军来讲，我们的比例啊，都相较的比这些比例都要低。这是所以你意思说，其他国家的这个比例比我们还高？这其他比例都很高。大概多高？这个等一下有军医局长。第二点，我跟您报告一下。我们凡是进到医院里面，我们是同理心看待。对，我们绝对不会猜他有什么目的。对，我们就绝对把他治疗到好为止。当然。然后能够重返他的这个职务线上。所以你刚刚讲说治疗到好。是。那也就是说，那这样讲的话，那个前后8名因病停役的是没有治疗到好。跟您报告一下，有关于这个101班这个比例，我们看的是有点异常，所以说国防部非常谨慎，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了解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个部分我先请还在了解局长，先跟局长跟你报告一下。赵委员你好，我是军医局局长。那个有关于我们现在在这个重度忧郁症的一个比例来讲的话，美军它的分类是大概是，我刚刚讲这101班这个事情呢、你们到底调查怎么样？是，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在整个鉴定的过程、医疗的程序的鉴定的过程，是依据我们相关的规定，这几位军官啊，的确是依重度忧郁症的一个诊断，都是重度忧郁，是重度忧郁症的那个。所以这些状况是属实就对了。目前来讲，我们依据我们的、没有任何的欺骗或者不实。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依据我们医疗上面的专业的判定，还有精神心理师的一个分析啊，确定是属于重度忧郁症。好，所以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下一个问题是你军方如何做好未来的防范？对不对？委员，在医疗的这一部分呢，我们总共啊有几个精进的做法。第一点呢，我们对于鉴定的观察期啊，在依据 DSM 的那个国际的一个规范，是现行规范是2个礼拜住院观察，2个礼拜，那我们可能会延长到4周，利用4周的住院的期间来妥善的看他的行为模式跟精神的一个状况的变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对于他在送到我们医院住院之前，在部队服役的那个期间，他的言行以及他的一个思维是不是有异常，这部分的日常生活的一个观察变成也是我们未来一个重点。第三个呢，我们在判定一个重度忧郁症的个案的时候，我们会请家属、请部队的领导干部以及我们医师3方共同的会谈，来确定一个诊断案例。副部长，其实这些如果真的是生病，我们当然都是用同理心来看待啊、但是就是说，这不免都让人家怀疑说，怎么会数字这么高，而且是同一班，是同一班。你如果散在不同期、不同班，那个发生比例我们可以理解啦，可是这个有点过度集中了，所以让人就觉得有点怀疑，所以我们才希望说，你这个案你应该去了解清楚，而且你事后一定要检讨到底整个制度是不是出了问题。还有，如果是所谓的重度忧郁，那这些人是在入伍前就有这样的倾向，还是入伍之后才发生？我觉得你们必须要把这个个案做彻底的了解，才有办法作为你未来防范的依据嘛，是啊、还有一些规定上面的检讨，是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好像，这个对你们军人形象也不好啦，是、是不是畏苦怕难啊之类的啊，等等的，好不好？所以这个案
你们一定要务必要查清楚了。我想我们事后还是会再追踪，再来了解。是是，但是绝对不能让外界觉得说，哎，是不是中间有不实的，甚至是有人讲说啊，这是不是在诈骗之类的啊？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给外界一个交代了啊。另外啊，我再请教一下，先不谈这要塞堡垒的问题，我觉得国军连最基本的那个什么营舍、废弃营舍、老旧营舍的处理都没有处理好，而且这个都是考古题的啊，每一次在这里质询啊，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这个问题啊。你们现在到底列管了多少的这个闲置跟不用的营区？是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已经做全班的调查过，由军其实你们列管了188处啦，含外岛、离岛，面积有949.99公顷啊，将近快1000公顷，这些都是你没有清理，你没有交给国有参署的、哦，都还在你国防部名下的、哦，对不对？那这些营区现在在干嘛？每一年编多少经费在维护它？哎，你要除草，你搞不好还要去喷药。啊、哦，还要去做一些治安死角的防范等等的，你每年要编多少经费？将近建制的在1000多万，一千多万而已吗？不止吧，总共有快1000公顷呢、欸，快1000公顷呢、欸。包委员，我是军备局长，跟您报告，说我们所有的空置营区啊，目前在我们手上的，我们有区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已经纳营改基金交给国产署的部分，这个部分还是由我们来列管。我这样分两个部分哈。是的。有一种部分是所谓精华区的，比如说在市区的或市区周遭，那个很多市政府都抢着要了，县市政府都抢着要给你们拨用了，对不对？那部分问题相对小。可是如果不是在这些地段的非精华区的这些闲置的营地啊，你们每一年要花不少钱来管理哦，而且很多是没有管理。我举个例来讲，给你看一张照片，啊，这是你们的闲置营区。你有没有看到这闲置营区里面是什么？这里面是什么？破窗啦，破房子啦，啊、哦！但是里面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是很多我们生存游戏爱好者最喜欢的地方。委员，这个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营区的、啊、哪一个相片、啊、我也不知道哪一个营区的、啊。我们去查，基本上我们现在但是我必须讲的是说，不会有这种状况。我要跟你讲的是说。你要怎么样好好利用？好好利用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有没有可以去找一些两全其美的做法，让这些闲置的营区，人家如果外面想要来租用、来利用，你弄一个管理办法出来嘛？否则你这些场地也是废在那边，然后也没有人管，然后你说民众跑进去。他有时候他也不知道违法跟不违法，因为你中间的这些识别都没有做得很好，好，那一些识别的标志啊，你们认为你们有做的，但是很多是被杂草那些都掩盖的，没有人知道，那一旦闯进去了，搞不好还被认为是违法，这中间会产生很多居民之间的困扰。第二个，其实有一些人他对军中的这些训练啊，这些啊、甚至是军中的生活，他还是抱持着一定的热情。可是他是一个老百姓，比如说这些玩生存游戏的啊、哦，他们也需要一些场地。那我觉得你与其让他们这些灰色地带啊在那边游走啊，你不如怎么样把它管理合法，甚至这一些人搞不好都是你后备动员里面。未来可以用的力量，因为毕竟第一个，他对军旅不排斥，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如果你国军跟他好好结合，他搞不好都比我们后备战力还要强，对不对？我意思说，不要用一种管制的心态，纯粹用管制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你要用一个活用跟活化的心态来看待你这一些。目前没有人用的营区。谢谢委员，包委员，我简单回答一下。委员关切跟指导的部分呢、啊，非常正确。我们现在也朝这个方向来做。我们对于
在所有土地最终处分之前，能够运用它这个在处分处置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希望它非能够发挥它资源的效益。我们也跟国产署前天才开过会，对，也在朝这个方向来协调。因为这完全，我们是 这完全就是管理的问题、啊。是的，是的，是的。谢谢委员指导。你如果说这个土地我就不想管了，那你就是清空给国产署嘛，对，由国产署去做财产的那边嘛，好，或者做其他国家的使用嘛。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想要保留，那你要管理啊，那你怎么管理？你当然你可以说啊，我可能哪时候演训我要用得到 ，OK， 但是你必须要列管，然后有一些你可能啊，我平时我用不到，我可能需要的时候才用得到。那平时的时候能不能开放民众来做多功能的使用？我们也希望这个土地处置跟活化来并同来，所以这部分就是说，我的意思说，从过去到现在啊，我想也不止我一个委员问了、啊，很多委员都问过了。但是就是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你们的管理办法，还有怎么样活化的做法，这个部分我要求你们赶快提出来啊！我不要再跟你讲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们就赶快提出来，而且是真的可以让你的营区达到活化使用目的的，好不好？是的，我们也朝这个方向来努力，也不要因此造成民众的困扰。民众的困扰会是什么？第一个，他觉得这营区废在那边，我不晓得你用不用，然后里面杂草丛生。对他们的环境也是一个困扰，每一天经过的人也觉得这里面到底在干什么，大家搞不清楚。第二个，万一误踩地雷的，所谓误踩地雷就是万一闯进去的，你里面外面的标示界限都不是很清楚，你进去的随随便便，等一下被你们扣说，哎，你怎么进入了这要塞堡垒地带区或者军事管制区，又要被你们罚，那很困扰啊，真的会很困扰、啊。你们也没有卫兵在那边守啊，因为你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营区，你又不废弃，你又不处理，我可不可以要求你说你要派卫兵去那边，避免民众误闯？这个到时候衍生很多的法律问题。所以啊，副部长，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啦，你们赶快去处理啦，把这个管理办法整个做一个规划跟改善，好不好？是，好，谢谢，谢谢委员指导。好，下一位我们请马文君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副部长。请副部长。委员你好。副部长好。其实今天我们探讨要塞堡垒法的这个修正草案哈。不过因为其实这个的起源大概是针对上一次的阿帕契参观的事件所引发的，不过按照这一次的修法，我们对照上一次在陆军601旅老乃成中校带领李倩荣等贵妇团参观阿帕契攻击直升机的这个事件来看，其实就算按照我们这一次修法的内容，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处分。首先像李倩荣等贵妇团，他是按照601旅他的会客的程序，在门口值日官的监督允许之下，由老乃成中校带进去的，然后也算，所以算是管理机关同意进入战略要地。那第二点，李倩荣等贵妇团是在老乃成中校以及飞机棚长安全值日官的监视与同意下拍照留念，所以这个也算是在管理机关同意在战略要地内拍照。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说我们这一次修法的内容意义在哪里？我们最主要是第一个，这个要塞地带保留法是非常久远，很久没有修的一个法。第二个，我们针对的现在我们的国防安全作战的需求，第二个要兼顾我们老百姓的权益，然后地方的发展，所以说我们综合的以上的在定了现在目前这个新的这一个条文。不过刚刚我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在修了以后，我们原来本来主要修正的方向你还是一样啊，我们在修法以后，我刚刚提到的
你也是经过管理机关同意进入，然后第二个你也是经过管理机关同意他拍照，所以其实我们即使做了这样的修法，对我们很多的事件其实他还是没有办法排除，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处分到哦。这是我第一个要提出来的。第二个就是说，像我们如果说已经绿定这样子的要塞堡垒的区域，我们在本条例修法以后要怎么样去完成它的公告，战略要地公告，或者直接公告它是战略要地。好，这个部分呢，我请承办单位先跟你做专案的报告。简单就好了哈，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条例通过以后，你是直接公告，还是在多久的时间之内要完成公告？这个国防部要划定这个公告以后，要跟内政部跟有关单位办理会同公告。办理会同公告。是。所以我再来请教一下哈，如果这些战略要域哈，其实它是维系国家安全跟军事需要的，那战略要域需要主管机关，当然就是国防部，要还要会同相关的机关才能划定，对不对？对，这个我们这一次修法是特别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有关市社民生。经济发展还有地方的税收，那会不会有旷日费时的疑虑？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所谓的尽快，是因为其实你只要牵涉到跟地方政府，它牵涉到的包括都市计划等等，其实它的面向非常的广泛。是的。还有周边的发展等等。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定出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内容，可是你挚爱难行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军事安全还有我们的一些国家安全的需求，其实也是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反而你们应该更快的找出因应的做法。比如说了哈，像我们国防部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就是横直所嘛，是横直所算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域了吧？是。不过在台北市政府如果对横直所附近的都市规划以及使用跟国防部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的重要军事战略要域啊，就是继承了。要塞堡垒地带这边现在目前为止的本体那些都是还没有变的，如果说地方政府对这个战略要域他有意见，他一定要经过我们来共同协商，我们会站在国防的立场上面来共同协商，以国防为主，以国防为主。可 是我要举一个例子，这个之前在2005年的时候，台北市的大直桥改建，那时候其实它是非常造型优美，然后是吊杆式的斜张桥，现在也已经是地标之一了。不过当初新建的时候，其实它对于我们的一些重点的区域，尤其对军事的安全，像横直所，因为那个吊杆它所指的方向就是我们横直所跟国防部大楼的一个位置，对不对？是的。台海发生危机的时候，如果最便利的一个中国巡弋飞弹，它要找的路线最方便的就跟着它跑，其实就可以打到我们的，包括总统府啦，包括我们的横直所啦，包括我们的一些国防部的这些重要的军事设施，还有重要的指挥的地点。那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对于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因应吗？对，这边特别要跟委员报告。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你如果跟地方政府会产生不一样的看法，或者他根本没有邀请我们共同参与这样规划的时候，对这样的军事安全还有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时候，到现在其实你们也是就这样子摆着啊。应该是要征询我们国防部的意见，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国防跟民生啊，看并重的状况之下，跟委员报告了，这个这么多年来，我们不管是重要军事管制区，或者是要塞堡垒地带，逐年都有做过多次的修订。随着战据以及时代的演进，范围会较之前来讲是少了很多。不过今天提出来的例子，你不太可能改变。第一，横直所；第二，国防部的大楼，这是新建的大楼，它根本不太可能还会做调整。是，你还有旁边的空总跟我们的海军总部，其实是的，它都已经确定会在那里。
未来其实还有可能你依据民生的发展，因为像这样重点的区域你们都忽略了，他虽然没有找你们，可是当初你们都没有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说有这样子的规划建设吗？我们都没有主动去提。今天如果他那么重要的话，今天中共可以用巡弋飞弹这么容易的做一个影像比对数据把我们当成目标的时候，你们都没有提出来，那未来在其他的区域怎么知道说我们可能有办法做这样更强势的一个表态，为国家安全还有我们国防的需要，我们去坚持我们的立场。是，所以说公务单位之间啊，彼此的协调啊，跟相互法规的协调啊是非常重要。国防部一定是在秉持在防卫作战的要求啊来看待这些事情。看起来是没有啦，所以今天我觉得有点仓促的提出这样子的要塞堡垒法的草案，你们能够预防的还是没有预防，你能够规范的其实还是没有规范，能够做一些适当处置的你其实还是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内容还有很多可能在需要再修正加强的部分。是，谢谢。另外我们所指的就是说我在这里还要提出来，像我们所指的这个管理机关位于要域位置的部队长，因为其实后续条文都有要求管理主管机关来处理事件，是这个事件的主事者。是，所以在这里也建议，我们的管理机关设定为国防部所属的少将阶以上。是，因为你如果军事机关，还有机构的部队，因为位于战术要点的部队，大概都是某一个时期。是，然后都是临时外派独立的，在军事基地外的独立营连排群等单位，所以你如果说官卑职前，其实大概也没有办法升任。就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没有逐条的审查，可是在很多条文内容上面，我们希望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修正跟加强。是，谢谢委员。还有几个建议，然后我相信以后可能还是会有时间可以做一些探讨。那另外刚刚我想要呼应一下，就是我们招委有提到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废弃的营区，怎么样妥善的做它的利用？因为像现在其实要找很多人来服役好像不太容易，今天如果我们这些废弃的营区可以妥善的利用，怎么样让它达到而且可能还可以训练跟我们一些国防包括后备相关的一些训练可以做一个充分搭配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不过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很长的时间都一直在探讨，我们希望国防部有些做法其实可以更快速然后更有效，像这个应该不会很困难吧？是我们持续。如果可以结合民间，不要说回答委员所提示到的，我们都在做，我们会在这里做。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刚刚赵委也提到，像这样的方法可不可行？可行，只要条件够，我们设置有这个开放绿地。停车场都有。我刚刚讲的不是开放绿地的部分，我们说的是废弃营区，就是因为它也造成地方的困扰，怎么样让它妥善利用，它变成一个公园化，它变成生存游戏的这样子的场域，可不可行？我们相关法令规定的话，我们都可行。相关法令有什么规定？它包含的国产法啊。包含的国产法，国产法没有，国产法更松。它也管今天就是因为它是。国产署的那个更松，国产署只要地方要不用，是是是是它都可以用，所以那个不是国产署还有国产法的问题，而是我们军方的立场的问题。今天如果这个可行，然后又可以做一些演训训练，就是虽然是一个游戏状态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充分运用，我想可以尽速来提出方案。这个方向我会好好谢谢依照方向来做，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下一位请刘世邦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我想请国防部、还有交通部、还有内政部跟农委会的代表，好吗？好，国防部、交通部、内政部是不是？营建署。营建署啊，哈。还有农委会，农委会的代表是。好，谢谢。我想国防部啊，要修正这样的一个法规，甚至把名字改成是战略要域啊的部分啊，其实方向是好的。
也不会让他觉得说这样子的修正呢只是针对李倩蓉这个贵妇团，我想这个对国防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耻辱。但是呢我觉得国防部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啊没有跟其他的部会呢做比较好的联系，甚至呢地方政府在目前呢国防部的要塞堡垒地带法里面呢、啊、你们的公告其实只有九个地方，对不对？是不是要塞堡垒地带应该是22处？但是我们所提到的要塞的部分，哦对不起，本岛台湾本岛的部分是不是只有九个地方，对不对？是是是。那这里面的九个地方里面呢只有一个是军港，那为什么那个飞机场的部分不算在内呢？这个就是要讨论到我们战略要域啊，当初的定义是我们是说攻守作战的时候啊。那如果是军民两用港的话呢？现在几乎很多都军民两用港，就军民两用机场，讲错了，对不起。有些机场飞机的部分，有些机场暂时是要迁移的，有些军机是要疏迁的，所以就不列入你的。而且我们如果说把机场通通列入重要军事，列入要塞堡垒地带法来管制的话，对人民的权益、地方的发展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你们会非常的体贴，说如果军用机场。跟民用机场两用的话，尽量不要用这个要塞堡垒地带法的方式来把它列入公告，是吗？你是这样的考量吗？多方面都要考量。这样子啊，是。那这样子，我们如果用到其他地方政府呢所要求的部分呢，就有一点怪怪的了哈。那个，当然我先来问交通部了哈。交通部，我们的代表到这边嘛哈，你们会赞同国防部啊？军民两用机场是不是不要把它列入战略要域里面？虽然在修正条文里面呢，已经要划设航区或者禁航区的必要。报告委员，我们这个法令在这个整个法制作业程序，我们都相关部位都有做很充分的一个沟通。那我们在这个尊重这个国防部他们的一个政策。我们都能够配合，就是国防部如果要列进去的话，你们就列进去就对了。如果有列进去的话，对于一般的居民啊，要出入会不会造成困扰？或者是一般的民航飞机要出入会不会造成困扰？或者会像我们上一次澎湖发生空难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状况，就是民用的飞机要求军事管制单位说可以降落才可以降落，所以造成我们有一些人被人家起诉，有一些军应该是空军嘛，是不是被起诉？你们是不是因为躲避这个，所以不把我们的军民两用的部分列入战略要域里面？鲍委员，我是民航局的代表。那我先说明一下，基本上现在不论是民用机场或是军民合用机场，我们在这个法规里面所定的禁养飞鸽或是有碍飞安全物体，我们都是用民航法的方式来做公告跟交通部。我没有要问你民航法，我现在是说，所以这部分这边要不要列，其实我们没有意见。那因为我们目前对于民航机所使用的机场都已经有依照民航法相关来规范，那我飞行安全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战略要义法通过的话，那个哪一个法位阶比较高，哪一个是优先的？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你们引用民航法，然后你们同意的话，就说我们尊重战略要义法，是这样吗？你们在协调吗？不知道嘛。所以其实是不是你们都没有沟通好？跟委员报告，现在军民两用的机场，像委员刚提到上次澎湖空难的那件事情呢、啊，就是有试射到航线的调整等等了、啊。现在通通我们已经协调完了，现在都是由民航局。所以在我们法律修正通过以后，会公告吗？澎湖的机场会公告变成我们战略要域法里面的机场吗？不会，也不会，不会，会回归到民航的管制范围。澎湖机场现在就不是重要军，现在就不是要塞。我当然知道啊，因为不在也不会。现在我们的22处公告以后没有增加。好，没有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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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哈，在你们修正条文里面有一个，占有人应该防止其牲畜、飞鸽跟鸟类侵入战略要域，谁要来处理这个牲畜、飞鸽跟鸟类？鸟类你可以禁止啦。怎么禁止法？你怎么处理他？你要打电话跟他讲，请他离开。现在有军机要起降吗？这最重要的。我来问一下农委会的代表，农委会的代表来，
农委会的代表一定看到这个条文，你会觉得很奇怪。当然，如果有人是因为养鸽子，有大量的飞鸽，这个当然我们要处理，这个是占有人可以处理。但是如果有鸟类，譬如说像大型鸟类或者是一些飞越过去的话，那谁要处理这个？农委会的立场，就你们比较了解这个鸟类的这个生态，有可能这样做到，或者说它只是不影响的这个小的，譬如说我们有国鸟，刚好就在台中港等等这些，那怎么驱逐它？把它打死吗？还是把它送到动物园？如果是在处理这些野生动物方面的一个规定上的话，在野生动物保育法的第21条，其实它都有明文的规定，在处理一般类的话是不能是直接进行扑杀。是，我说刚刚我特别提到了哈，我们这个要修正的法令在交通部里面会有民航法，是哦，因为会竞合的关系，然后在你们这边就有野生动物保育法的麻烦，对不对？如果你是家鸽或者是家畜等等这些，当然可叫好处理。但如果是野生动物怎么办？野兔啊，或者是有鹿啊，像高雄就很多猕猴啊，会到这个动物园附近的和梅营区啊等等这些，那怎么处理啊？是把它打死，然后就对不起，我这是依照这个战略要塞的管理，所以把它打死。那这样会不会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那你们要给他开罚单，会不会这样子？是会违反到我们的野生动物保育法。所以嘛，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法律呢，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跟其他的部会商量得很好嘛。好，那你谢谢，请回去。那我是不是再请那个内政部营建署过来好吗？那个交通部跟那个都可以行回去。嘿，来，营建署，当然我要问的就是跟都市计划有关。来，我这边有一页啊，就是目前为止啊，从基隆到屏东啊，跟地方县市政府都有产生一些土地纠纷争议的部分。譬如说基隆呢，就是有威海营区，然后桃园呢有原树林营区，台中就有台中那个花卉博览会，然后高雄我们的新台十七线要开辟，寿山动物园要用地，还有205兵工厂的迁建，屏东有大武营区、海口营训场，宜兰呢还有金六节营区，花莲还有澎湖，现在正在讲的澎防部要不要迁移的案件，还有当然还有连江，这些呢都涉涉到地方政府在执行都市计划或者是区域计划的职权。那未来呢，如果国防部要用这个现在要修正成战略要域法来告诉我们说，对不起，你们这些县市地方政府就不能够用都市计划法的方式来征收征用或者拨用营区，那内政部营建署的意见是什么？有关那个营建署有关那个军事用地跟都市计划的这个二者之间如何取得那个均衡哈，那这个是要透过双方的这个协商，以及对于整个土地利用的一个考量来我请教一下，你都了解各县市地方政府要开都市计划委员会，或者是内政部自己在开都计会的时候，几乎很少邀请国防单位来出列席，对不对？这要看每一个地区的。有吗？我们内政部营建署如果有开区域计划委员会的话，曾经邀请国防部出列席吗？国防部有代表。几乎没有吗？国防部有军备局的代表。那如果他们反对的话呢？是不是就不能过了？那如果地方政府强烈的赞成的话，那怎么办？那营建署变他做公卿，还是恁是公卿变署助？都市计划这个部分都要透过这个都是地方的主管机关以及军方针对这些土地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所以你们的讲法还是要协调嘛是，但是协调的过程当中，就我所了解啊，不管是哪一个军种啊，副部长请上来，来，那其他的请休息。不管是哪一个军种，都很坚持己见呢，说不行就不行，然后问什么不行，他说这是牵涉到国防高度机密啊。所以不宜在都市计划委员会里面讲，不宜对外公布，我们就是不答应，有这样的状况吗？副部长，鲍委员是迫不得已，基于我们国防安全的需求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有所坚持，但是经过协商，这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次的修法里面就是一个协商机制。很好，我很认同副部长所讲的部分，我建议我刚所提到的，从这个基隆到屏东那么多县市几乎都有自己在都市计划上面的要求，而且会公告让很多民众了解。我希望国防部能够体贴民意，让人家更了解一下，说现在我们希望军民
可以双赢的状况之下，尽量在都市计划上面用协商的方式来取代一律就不准协商的方式，好吗？是的，让不管我们的中央单位或地方政府单位都可以好好来处理这一块。那同时呢，我也要要求好像现在已经违反的要塞这个堡垒法的相关的这个事件，譬如说左营的自勉新村楼房盖得很高，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军港里面，后续呢怎么样做好的补救措施，不是等到有暂时任务需求的时候才做补救措施，希望国防部又提供一个办法好吗？不要让外界看我们笑话，我们上次呢几乎只是做一个行政处罚而已，没有说做比较好的补救措施。未来如果我们有潜舰在那个地方出入的话，我相信啊，对于军方来讲一定会列为高度的机密来做保护，好吗？我刚跟您提到的左营的自勉新村，您可以再问一下你的属下就了解，可不可以？好，那同时我也要再更正一下哈，刚刚有位委员提到这个左营啊，这个卑北里的部分啊，它不是大城一包哈，它是山东哈，跟着桂永清将军过来的，那已经也不牵涉到眷改，是牵涉到营改的部分哈，那这一点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好，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邱志伟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有请正副部长。正副部长，委员你好。部长，今天是要塞堡垒地带法的修正，我觉得这不是修正的，这个是重新立法了。它的修法的范围啊，因为每一条都动嘛，很多定义也有很大幅度根本性的改变哈，所以我觉得应当是重新立一个战略要域管制法。立法完成之后，再把现在的要塞堡垒地带法来做一个废止，您觉得呢？要塞堡垒地带法立法到现在多久了？要塞地带堡垒法，我们民国二十几年，我们就引用以前的条文。时空战略的时空环境有很大的改变，都不适合，你就必须与时俱进，做一些法律上跟实务上做结合，跟战略的需要做结合嘛。是的，所以你现在提出战略要域管制法，本席非常赞同哈，而且更明确，针对现在的战略的目标、战略的战术的这个执行，都有很确实的去做一些定义，做一些的管制。那当然，要塞堡垒地带法，你以这个法去做修正啊，我觉得意义不大。好，我倒主张重新立一个法，然后立法完成之后，我想大家都有共识哈。我检视你们今天所提的这个国防部的版本，我觉得应当是都可以获得这个跨党派支持哈。所以您觉得，如果把这个要塞堡垒地带法在战略要域管制法新立法完成之后把它废止，你觉得这条路径可以行吗？那有关这个部分哈，有新法的话就是取代了要塞堡垒。如果说有更周延的这样新法，当然可以取消，这两个法案可以说这个可以说再把它做一个取消的动作。这个不是从这个要塞堡垒地带法去做修正，这个很多你现在提出战略要域管制法的精神，它的内涵就跟现在的要塞堡垒地带法是不一样的，有蛮大的差异的，有蛮大的差异嘛哈，所以去思考一下了哈，是不是重新立法？你连这个法那个法案名称都改了，好，我问一下比较在上一届我是关心的哈。有不然飞行伞或者这个无人机啊，但是随着科技的更新或者休闲娱乐的这种多样化，有很多飞行伞基地，飞行伞都是观光客啦，或者这个我们国人这运动爱好者都会去搭飞行伞，好、哦，飞行伞还可以载人呢，有很多这个大陆观光客常去万里啊，万里他有一个飞行伞的基地，他载了一次这个收费1000块。有很多大陆客在那边玩飞行伞，一升空，你知道看到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可以看到我们比较敏感的基地，所有的配置一清二楚啊！飞弹有几颗，飞弹摆哪里都很清楚。你知道那是什么飞弹吗？是。
部长，部长，应该是我们的防空飞弹，是，是我国主力的防空飞弹、欸、是，你一升空，你只要一般往那个飞场往上飞，一览无遗啊，我都看过哎、欸，因为我也飞啊，我看过当然没问题的。如果是老共飞呢？如果是这个啊，这个中国解放军人这个接机入台，然后升空啊，这个拍照，那不是一览无遗吗？这个我曾经咨询过，那有没有任何管制措施呢？部长，是您说的这个部分呢、啊，我们会将这个法条了、啊、定得更周严，这都是啊，这个的确是影响我们军事安全的事情。那是一个我国最重要北部的防空基地耶，防空飞弹的基地耶，固守首都圈呢。那么容易，他飞行伞一升空就看到了，那怎么防治？到现在已经提出了2年多，你不晓得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是不是部长，你们责成相关单位啊，去提一个检讨报告，是针对这个部分呢、啊？怎么样去做一个避免我国重要北部的防空基地，它借由这个休闲活动，影响到我们这个战略部署或者这个国防机密，提一个检讨报告好不好？是，我们通过列纳入规范里面去。另外，你这第三条针对战略要域啊，战略要域的这个定义。还有战略要域，你要划定的时候要会商有关机关，而且你要公告刊登政府公报。那有些要域，有些要域是可以这样子堂而皇之、那么透明公开的在政府的网页，可以这样子吗？地形，什么叫地形地区可以？这个考量过了，你们在立法的时候全班有考量过这个事情？对。你这战略要义就代表它有机敏性，它有机密性。你如果会商签这个划定之后，你还要刊登政府公报。都看得到。那我问你，这个按照国安法军事管制区里面这些国安法里面的军事管制区，是不是都纳入这个战略要义，还是你要逐项去检讨？战略要义已经有了。我们在战略要义里面已经规范进来了。好，那总统官邸呢？总统府算不算呢？他是这个他是特区，他会国外特区当然是关这个包括在战略要义里面嘛。特区啊，他是由这个我们国安局他就有个管，特警中心。但是有没有包括在战略要义里面？没有，没有包括在战略要义里面，没有包含。那国外特区他的这个所谓这个他的安全维护跟战略。它的地点跟战略要义没有任何牵连性。它最主要的安全维护是宪兵211营限制。不，我很难去理解，你很难说我说总统府、总统官邸，它不能视为战略要义。第二点，我跟你报告就是说，在我们战备规定里面，它列入我们政军的重要目标防护，在这个作战区范围之内，它要确保它的安全，这个是有的。对啊，那你战略要约定义是国防或军事上所必须控制与确保是战略基地啊，不见得确保。那国防部还不能符合这个定义，不是那个总统府。博爱特区，博爱特区它是有一个详细的规范啊。那立法院算不算？它有另外一个规范，就是特勤中心有关博爱特区的这个区域安全。行政院算不算？啊，不算。行政院算不算？不是，行政院就不是了。那行政院算不算战略的要域啊？不算，不算，也不算。所以你如果没有把行政方面战略要域，它的相关的这些管制防护都会受到影响哎、欸。那行政院安全是谁护？重要设施防护作战区有责任。那么它也是有详细的分工，比如说这个行政院的话，它是由地区警察、台北市政府啊警察局来负责这个区块的安全。所以我们现在要制定的战略要域本身是针对军事战略。好、哦，那我觉得你们要去思考一下哦，哦像属于这种比较认知上会比较这个概念性的，我们认为总统府，我们认为总统官、哦，地震，地震啊！这个我咨询时间先暂停一下啊。
好，各位暂停一下。已经时间到了啊，已经时间到了，已经时间到了。对对。等他摇完之后，我再下台。不小。已经时间到了。好，我想我们部长这个哈、哦、战略要义还是要检讨一下。是，谢谢委员，我们会深入检讨。好，谢谢。谢谢。下一位，请赖世宝。赖世宝，赖世宝不在。徐永明不在。吴志扬不在。廖国栋不在。徐真卫不在。赖瑞龙不在。罗明才不在。蒋乃馨不在。张立善不在。吕玉玲不在。卢秀燕不在。好，我们今天议程已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不在场之外，都已发言完毕。好，报告跟询答结束。那本次会议有吕玉玲、吕孙林、徐志荣等委员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两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或者要求补充资料的部分，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两周内提供。那有关要塞堡垒地带法修正草案，另择期处理。现在，这个呢？这个需要宣告吗？需要吗？还是我们再安排就好了，我们再讲就好了，好吧？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哈。我们今天主要是针对大体询答哈，那后续包括公听会的部分，还有这个法案的逐条的审查部分，我们会另外择期再办理哈。那今天到此散会。